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芳芳。这两天在网上刷到了一个火锅底料拌饭，我突然想到我们家正好有很多火锅底料，既省去了做饭的步骤，还能吃得很香。今天试试它好不好吃。我们先拿出火锅底料，然后拿出大米。我们淘好的米呢，把这个火锅底料先放进去，然后我们加入鱼丸，然后再撒入这个青豆，最后搁上大虾，我感觉它的老好吃了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焖饭，咱们从来没焖过饭，它好不好吃就看造化。把它放入电饭锅，开，锅锅落，真臭啊！可是俺脚真臭啊！哎呀，你好香港狗。吃饭，我骗你的，对不起了，我骗你的。姐姐要是晕倒了，你一定要救我呀，知道吗？开了。啊！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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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不行，我起来，要头发了，要头发了，我起来，我起来，哎呀，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。哎，这火锅底料太香了，就边打麻将边流口水。太好了，这牌。哎呀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芳芳，我把这个电饭锅拿过来了。哦，是这个样子的，可香了。先和一下。哇塞，这看着也太好吃了吧！就问你们馋不馋？我得亏家里有可多火锅底料了。然后我们放入刚才煎好的两个荷包蛋，把它怼碎。我们现在盛出来一点，看着真的好香啊！刚才这个饭焖出来之后，那个味儿就已经给我馋坏了。看这个，哎呀，这个颜色，麻麻辣辣的，那里面还有鱼丸，简单又方便又好吃，绝了！有一种自己出去吃火锅泡汤的那个感觉。哎呀，大家在家如果就是懒得做饭，也要尝试一下这种懒人做饭。就这个饭里面可以放入任何你喜欢吃的东西。但我觉得鱼丸才是灵魂。看看可乐，乖乖的，可乐最近都要在家带风了。可乐在家憋的就是无聊到撕那些包装袋了，都那包装袋是我之前睡衣的包装袋。我咋总觉得这个饭有一点朴素呢？你们会不会也这样觉得呀？光吃一样我现在觉得都有点不满足了，要不咱整点别的。我决定放一点东西进去。强强，这个是之前买的了，素毛肚，在家吃了好久，因为它是魔芋嘛，它肯定是没有热量的。他又上了一个档次，我真感觉我可以摆摊了。以后这碗饭在我家就卖15块钱，增添了一丝口感之外，还多加了一丝辣度。那番茄底料是不是也是同理？就是当番茄焖饭吃了。家人们，请把触类旁通打在公屏上，真的，我都感觉自己是天才了。先捞个鱼丸出来。这还有一碗疙瘩汤，本来这个疙瘩汤吧是想那啥呢，喝着稀的溜的能压一压的，没想到它做的这么干。这个应该就是咱吃烧烤那天吃，忘了，感觉自己好像吃完烧烤了一样。是不是有南方小伙伴不知道疙瘩汤是啥？就是珍珠汤，这边做的比较豪放，尤其家里做的都是这种大的面疙瘩，所以就直接叫疙瘩汤。
嘎哒汤，来跟我学嘎哒汤。我们两个都吃得哏啾啾的。我突然想到，我第一期居家视频还挺豪华的呢。第一期在吃的饭包，第二期螺蛳粉，现在就剩一锅饭了。咱们还会好起来的。我昨晚一晚上没睡，因为我睡得比较晚嘛，我可能3-4点钟才睡觉，就导致7-8点对我来讲已经是熬夜了。我就在线上沃尔玛的那个小程序里面买，寻思买一点菜。我从8点等到8:30他开门，然后就开始一顿神点，把所有东西都加入购物车之后，然后就开始结算。这也教给大家啊，长城小伙伴如果买不到的话，不要就是下午或者晚上才看，就一定要是早上8:30左右他开门的时候，那一段时间你就去进去点。我又泡了一桶鬼椒面，这是我们家最后一桶鬼椒面。可乐还回来吗？回来了。哎，有点过分了吧？哎，你俩怎么闻着这玩意儿这么馋呢？真的看起来挺恐怖的哈。我上次吃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辣。哦，哎呀，吃这玩意儿不能思考，我跟大家说啊。好好的一个吃饭怎么拍成了挑战呢？哎，我上次吃的没有这么辣呀。哦，这玩意儿绝对不能趁热吃，有一次它凉了我吃就跟火鸡面是一个味儿的。酸，比魔芋酸还酸。我都冒汗了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啊。狠狠地佩服了那些能吃鬼椒面的人。这个疙瘩汤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们可以买那个外边的那个酸辣汤的料，然后把那个汤底煮好之后放上那个面团就可以了。嗯，还是饭好吃。我才发现我这一顿饭全是碳水啊。能看这个面吗？黑不溜丢的。它不烫了之后就好吃多了。从小喝到大。我们家冻果冻，冻果冻是我冰箱里常备的东西，真的很好吃。酸酸甜甜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这个它是好像没有热量吧，我就喜欢买这些没有热量的东西。它要冻出来之后是这样的，跟冰沙一样，真好吃。嗯，不吃了不吃了。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提前给大家个预告啊，下期咱吃炒米粉，拜拜。